点害怕吧，中间坐着。这是哪里？哪里啊？为什么就我们四个呀？对，其他的家庭呢？打个电话，打电话，有信号吗？我完全没有信号。小东有点害怕了。没事，爸保护你啊。我们先观察一下周围，这到底是哪里？万一周围有坏人吗？好像是在一个山上，看到猴子了吗？有没有可能是峨眉山？我觉得有点像黄山，因为有云海。哎，甜甜，你知道什么叫云海吗？云海。嗯，什么叫云海？什么叫云海？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云海就是云。云里头像海洋一样是吗？云彩像大海一样。哇，怎么还抖一抖的？因为我是有一点恐高，上去的时候呢，就弹出去那一下，特别的害怕。说个话呢又好一点，但是一到过了中间那个过那个节的时候，它会一抖，就那种感觉，我就特别怕那一抖的感觉。我只是被那个东西吓了一点点，结果它突然搂住我，吓得我都快半死了。我觉得我们这个车好像小朋友杨某和王兆坤，你们在哪里？咱们赶紧找个人问问吧。问问。哎，阿姨，这里是哪儿啊？这不泰山吗？哦，谢谢。哦、谢谢。哎，雨天，咱们这是在泰山。泰山。知道了。你把我拽下去。那是不我们到顶了呀？你们谁知道还要爬多久吗？我真的爬不动了。姐、yeah. 渴死我了。杨木河呢？不知道啊，没跟我们在一起、啊。杨木河没跟我们在一起。所以爸爸，你见到王兆坤了吗？王兆坤也没看见。没有啊，没有去哪儿吗？没有啊，没有。去哪里了？去哪儿了呢？啊，不会是王兆坤？王兆坤？我不是参加过第一季非常游学团吗？哦。今天早上导演组是不是跟我们说，咱们要到旁边的博物馆那里去吗？对。今天早上，所以咱们今天晚上可以去看一看那个博物馆，看看到底有什么东西。好。
我装备都准备好了，走吧。我不去，这样子的话爸爸妈妈会担心咱们的。哎呀，这反正是一次冒险嘛，你爱去不去？你爱去不去了？哎，不去。拜拜，走。这里面有很多我们从来没玩过的游戏，就跟孩子一起去找回那种童真的感觉，挺开心的。还有就是说参加完这节目吧，你回去你怎么觉得，哎，我家孩子好像突然间长大很多。妈妈不好了，王大坤带着那六个小朋友他们跑了。跑了好像是明天要拍摄的地方一个博物馆。他们去了。对，他们去了。知道在哪吗？我知道。那你快带我们去。快点在崎岖的山路上或是险峻的峡谷里，利用悬挂在半空中的钢索、承托或牵引客车、轿厢等，能够快速安全地运送乘客和货物。同时呢，索道也是一类特种设备，国家对索道的生产、使用和检验检测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实行全过程的监督。只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索道是非常安全的。暂时被困在轿厢里的小朋友别担心，救援人员马上就到了。哎，你好，您是救援队的吗？对，我们是泰山索道的维修人员，同时我们也是在紧急情况下的救援队。您在这工作有多少年了？已经18年了。18年，那你有没有赶上过真正的救援？啊，没有，一次也没有。我们每年都要进行训练，但是我们也不希望有一天能够真的用上。我们希望这种场景只会在我们的演练场会出现。你看现在我们救援人员已经到了这个孩子们站在这个轿厢的上面了哈，他们是如何营救的呀？首先是通过支架然后上到支架上方通过钢绳滑到轿厢的上方现在我们上到轿厢上的这个救援人员他是辅助然后支架上那个人员呢他呢是辅助救援，他们到了支架上方之后，先用安全带把自己保证好自己安全然后再把缓氧气挂好，你看就是那个救援绳同时他还要挂好软梯通过软梯才能下到车厢里面。你看现在这个营救人员应该是把自己已经固定好了对，现在他准备到这个轿厢应该把这个门打开，
对啊，对对，打开之后他要进去是吧？对，打开要进去。啊，他身后背的是那个救援包啊，这个救援包呢是给里边的乘客用的。注意安全，别害怕啊，别害怕，注意安全。你看，我们这个救援人员还在旁边安抚着我们那些小朋友哈。对，不要害怕啊！我们就跟他一样，穿着一个什么？对，我们要进来吗？不要动，不要动，小朋友。哦。现在左救人员开始往下放左救绳。嗯。来，这样的话，他这个左救绳放下来之后呢，和我们下边的救援地面人员的牵引绳把它连在一起。啊。这样的话，人员下来的时候呢，这样的话他的降落的地方位啊，位置我们可以下边人员可以控制的，就比较准，对，可以避开一些危险的地方。对对，后边树木啊，或者说比较尖锐的石头啊，你都可以避开它。现在呢，左右人员呢正在给上边的被救人员啊穿装这个救援带，救援安全带。现在被救人员呢已经绳子已经拉紧了，拉紧绳子的话，如果说安全带再检查一遍，安全带没有问题的话，他都会出轿厢了。现在已经出来了。好，真棒！嗯，别害怕，别害怕，马上就下来了。再往外穿，真棒，真棒，真棒！杨鹏妈妈，你看看，紧张坏了哈。啊，我可以去把他们。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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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落到地面就可以了。落地面可以。我们那时候还跟王兆坤特别怕的时候，结果突然发现一小车弄在钢丝上，还有个风扇，然后一直拽呀拽呀拽呀过来，在我们头上。要么就是箱子晃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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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的心都发慌了。哎呦，哦，真棒！哎呦，吓坏了吧？嗯。现在是上面那个是谁？王兆坤。王兆坤，王兆坤，别着急，下一个就是你啊。王兆坤，你别害怕，一会儿你抓紧那个就行了。上脚尖，坐一下。好，很棒！加油！好，加油！加油！好，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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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这爸爸赶快跑过去了啊！好，王乐坤，谢谢。还害怕吗？其实我是怕，就是一辈子困里头。好了，现在呢，我们的家庭呢都已经集合完毕了。我们给救援人员鼓鼓掌，辛苦了，谢谢你，谢谢。谢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非常游学团再度出发，八个家庭，历时12天，行程4500公里，寻觅源头主畔的诗意，体验泰山之巅的豪情。发现特种设备的精彩，探索未来科学的奥秘，一段不一样的成长之旅。电视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动感特区《非常游学团》，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非常游学团》的团长金豆哥哥，大家好。那我们非常游学团此次的任务呢，就是要寻找和发现我们的特种设备。我们的特种设备之旅呢，就要从这里开始了。那么说到这儿啊，金豆哥哥有个问题想问一问我们的小朋友，在你们的脑海当中，你们的印象当中，什么是特种设备？谁知道？我知道。来，孙欧可阳，你说。电梯就是一种特种设备。没错。杨木河。过山车其实也是一种特种设备。周一。缆车。王兆坤。压力锅炉，炒菜那种锅炉什么的。哎呀，孩子们给了那么多答案，到底是不是属于特种设备呢？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特种设备寻找发现之旅呢，你们就会一一的找到答案了。金豆哥哥还有一个神秘的东西要给你们展示一下，看到了吗？这是我们非常游学团的特种设备专用币。那么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你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拼搏来获取它。告诉你们，它们有非常大的作用。那你们想不想回到你们当初来的那个海宁的博物馆？想。要靠你们自己的努力了。
加油加油啊！刚才营救的过程当中呢，我身边的这两位同学和小伙伴表现特别的好。来，杨木和，一个特摄 B， 来王兆坤，一个特摄 B。哎，刚才你们二位在上面的时候什么感觉？妈呀，甭提有多吓人了。所以说你要感谢谁？救援队的叔叔。没错。那么其他的小伙伴你们也不要着急，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任务等待着你们，等待着你们去完成而赢得我们的特摄币。大家看我手中有一个地图，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呢有很多的地方，有泰山，有欧乐堡，还有宁津。那么每个地方呢都会闪烁着红色的点，当我们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这个点就会变成蓝色的，就证明你们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艰巨的任务啊，最后我们才能够回到我们海宁的博物馆。今天呢大家都已经刚刚见面了对吧，我们还没有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大家好，我叫杨木和，我是参加过第二季非常游学团的。我不想用太大的力气，因为我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杨木和妈妈现在是心里特别着急哈，接孩子哈。就可以赢。大家好，我叫周一，我也是参加过第二季游学团的。而且要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二季非常游学团的冠军就是我们的周一。比赛型选手一样，比赛现场突然就开窍了。别啪啪！周一刹车。放马姐，我们走，加油，左一加油，我尽力了。本季非常游学团冰雪奇缘的冠军就是周一。大家好，我叫胡景丹，我今年十岁了。大家好，我叫孙欧可阳，我今年十岁了。你到底几岁？九岁。你到底几岁？九岁差三天。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孙欧可阳，你到底几岁？十岁差三天。好，来这边。大家好，我是参加过第一季非常游学团的王兆坤，今年十岁了。王兆坤获得的关键词是坚持，中途离开，老爷的病情一稳定，你立即回到游学团。妈妈说要让你学会一件事，就是要有始有终，不能半途而废。其实还挺可惜的，因为中途我们好多好玩的事儿都没有经历过呢。这一季和我爸参加呢，我一定要好好看他的表现，看看他参加完和参加后的有什么区别。如果没有区别，我就跟妈妈说，让我妈逼着她健身、锻炼、减肥，然后呢，让她从一个大肚子肥肉，然后变成八块腹肌。放心吧，阿展，爸爸一定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望的。咱们一起加个油吧，好吧？好，一二三，加油！大家好，我叫林一飞，我今年八岁了。我叫吕一天，我今年九岁。我叫贾雨辰，我今年九岁了。既然大家都已经认识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有一个小小的任务等待着你们去完成。我们这个比赛任务就是大声说出你的宣言。断桥比赛规则，小朋友必须独自爬上断桥，并在断桥上大声喊出自己的宣言，克服高空恐惧，成功跨越断桥及挑战成功。他们都能爬上去，我就不信了我还爬不上去。大声说出你的宣言的任务呢马上就要开始了。首先迎接挑战的是我们的孙欧可阳，那么他到底能否完成任务呢？到达我们的制高点之后，他又会为我们大家大声说出什么宣言呢？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那么电视机前亲爱的小伙伴们，你也可以参加我们的场外互动，方法很简单，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少儿频道的 APP 就可以了。孙欧可阳，加油！加油！
的爬高任务了啊，三分之一，剩两步了，加油！最后两步，加油！我才拨了半本儿，加油！爬上去！不要跑腿！好的。别紧张，往上走。又卡上了。别紧张，你越紧张越容易摔下来的。哎呀，太困难了，太困难了，太困难了！我真的太害怕了，我就一点一点往那儿蹭，尽可能的消磨时间，直到主持人说：“好吧，你太慢了，下来吧。”结果主持人一直没有说：“请你下来吧。”我能看出来他想放弃，这种高空的项目应该是第一次去做。孙欧和杨，喊出你的宣言！我再也不怕飘动了，我再也不。以前被狗和猫都吓过，以至于见到狗我就躲了十万八千里外。大声喊出一二三！一、二、加油！可阳放心，你一跨起来，船轮会随意过去的。孙欧可阳呢，现在正在高处啊，做着这个心理建设，可以看得出来他很紧张。但是我相信此时此刻更紧张的应该是他的妈妈啊，我心里恐怖，我也心里恐怖，没关系的，我绝对是可以的啊，加油。我想跳好几次，觉得我腿太短了，都敢害怕突然栽下去然后摔了。自己给自己喊出一二三，喊出三声，请迈出你的右脚。一二三，大家喊出一二三的时候，他不得不迈过去，我心里是一片空白，我想摔就摔了，脚蹬了一下就过去了。我们要回来是不是啊？可是我的脚迈不到那边，右脚踏过去，把左脚留下，明白？明白。对，把腰挺直，腿挺直，不要弯。没问题，没问题。对，身体往前倾，把你的右脚踏到板子过去。来，自己给自己喊一二三，一、二，下面给他加油，一起喊一二三，一、二，三。当他跳过去的时候，眼泪哗全下来了。那一刻，在我心里，我觉得我的孩子成长了。两个脚收。地面的感觉好啊，第一次上这么高，但是妈妈刚才看你跨下去那一刻，觉得你一定能过去，知道吗？没问题啊。好，咱们接着回家把那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完好不好？好，你真棒。来，你在上面什么感觉？跳下去那一刻什么感觉都没有，就是俗话说大脑一片空白。我们下面这所有人在给你加油，你听到没有？没听见，没听见，很棒，很棒，很棒！加油！下面即将大声说出他的宣言的就是吕一天啊，妈妈和金豆哥哥现在都在你的身边了，我们来给他加个油好不好？好的。来，一、二、三，加油！请开始。加油啊，今天真棒，抓住了，今天抓稳了。好，抓稳了。雨天你害不害怕？不害怕。
不害怕？那不害怕的话，你给我唱一首儿歌好不好？好，来唱起来。啊，不要。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乖了，你最好朋友。可以了啊。哎呦，孩子知道啊。可以。来，面对前面，大声说出你的宣言。妈妈，你看我最棒。妈妈，你看我最棒。你太厉害了！我倒没有害怕，我觉得他应该还可以，他是属于比较相对勇敢一点的孩子。如果要是平心而论的话，你觉得是你棒，还是第一个可阳棒？我棒。你棒？你棒在哪里？比他速度快。就算慢点怎么了？我是那个第一个把这道路踩平的。说的特别的好，其实啊，在我的心目当中，只要你们敢于爬上去。就是完成了你们的挑战，每个人都是最棒最棒的。大声说出你的宣言，即将登场的是我们的姜雨辰。紧张吗？紧张。紧张？不是害怕高还是害怕这个跳跃？哪个都害怕。能完成任务吗？应该能。我们给孩子加油好不好？来，姜雨辰，加油！加油！没问题，很好，姜雨辰，你是逗我玩的吗？我怎么觉得你一点都不害怕呢？对，棒。他最擅长的是哪些？我是发挥的好。他呀，他其实挺懒的。我妈妈是一名幼儿园会计，算账很厉害。我女儿是一名四年级小学生，口才很厉害。我妈妈特别爱臭美，每次出门特别磨蹭。我和爸爸管他叫李小肉。我女儿特别急性子，出门总是催催催。我和老公管他叫蒋小吉。我爸爸开车送我上学又稳又快，从不迟到。我开车送女儿上学，她总嫌我慢得像蜗牛，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我从来没有和妈妈独自旅行过，因为她总是丢三落四的，我怕她一不留神把我给丢了。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和女儿旅行，没有爸爸跟着，她总怕我丢东西，最后没钱回家了。我妈妈平时很温柔，说话轻声细语的，我基本不怕她，是个可爱的猫妈妈。但是一辅导她的作业，马上就变身为可怕的虎妈妈。我爱我的妈妈，我妈妈是最可爱最好玩的妈妈。我爱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是最懂事最勇敢的女儿。腿很软，就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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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牙在抖了。没关系，我不敢。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右手握着，左手别握。右手握着，左手不握。哪只脚在前面呀？什么？左脚往前迈一步。大声说出你的宣言。我一定会克服困难，我一定会克服困难，我一定会克服困难。Yeah.
过去之后就没踩着，可能就是我腿稍微有点肿。小雨辰，现在已经回到地面了，告诉我谁救你？要不然你去救他。他一定救我。谢谢叔叔呀。谢谢叔叔。孩子们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大声说出了他们的宣言。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家长们有没有自告奋勇也要上去大声说出你们的宣言的？有没有？周一的爸爸，一菲的妈妈，你这是娶吗？既然你们都已经选择了挑战，告诉你们，我们的难度加大。耶！耶！而我们的项目是往那儿看。哇！空中抓杠。因为我本身就有一点恐高，突然告诉我要上到那么高的柱子上面，还得站起来，上面还没有扶的，那个心里就已经很脆弱了。空中抓杠比赛规则，参赛的爸爸妈妈要爬上8米高的立柱，自己能容纳双脚的圆盘上站立起跳抓杠，并且在杠上停留3秒钟即挑战成功。大声说出你的宣言，现在轮到我们的家长登场了，你们要完成高空抓杠啊。我看你是第一个自告奋勇的。对，平时喜不喜欢这种运动，这种极限运动？我平时非常喜欢极限运动，攀岩、滑雪。嗯，那这个项目对你来说小菜一碟吧？应该是小菜一碟。为什么要挑战自己呢？我更多的还是想给周一做一个表率，希望他做一个勇敢的男人。爸爸说的什么意思呢？我估计他也没有听懂，但是相信啊，时间再过几年，他慢慢长大，一定会明白你话中的意思。没错，你给爸爸加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来，给你爸。不要忘了你的宣言啊，要大声的说出你的宣言。因为我爸爸超爱运动，那些极限运动什么的都练，他就像国家队的标准似的，噔噔爬上去了，噔抓上了，还一只手抓的。接下来登场的就是一菲的妈妈了啊。你这个表情好像和周一爸爸形成鲜明的对比。太有压力了，他完成的实在是太完美了，我觉得我超越周一爸爸几乎为零。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也不要有过高的目标，只要完成挑战你就是最完美的。来，一菲给妈妈加加油好不好？加油，比不过了吧。小明，别这样。好，一菲妈妈，请开始。师傅，抓紧了啊！一定抓紧。站起来。哎呀妈，这表情啊！好棒，加油！没问题，没问题。加油！哎呀，现在已经开始抖了。我厉害的表情，可真是。林一菲的妈妈那个表情包有点搞笑。换成我妈妈，她肯定不敢。加油加油，不能下，不能下。对，妈妈加油啊！我的秘密全靠你。只能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运动基础，然后也没有爬过这个，别说站在顶上了，我爬到一半的时候手脚已经没有力气了，就已经踩不住了，当时就踩空了好几下，就已经没有力气上去了。我真的不行了，我上不去了。放下，可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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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站起来。
站起来，可以，就一步了，就一步。哎呀，我不要了。用腿的力量，加油，就差一步。真的不行，一身的汗，手全部是汗。站起来就 OK 了，就成功了。站起来就成功了，站起来，加油，好的，站起来。身体挺直，用你的右手抓住后面红色的绳子，把自己拉起来。现在你需要先迈右腿，不需要抱住圆盘，把腰挺直，对，右手抓住你后面的绳子，对，很好。再伸出你的左手，两个手去把自己拉起来，来，两个手把自己拉起来，对，很好，用力，对。没有他的时候，我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有了他，我每天6:30起床，雷打不动。其实我是一个粗线条的人，脾气非常火爆。现在我被他折磨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了。我觉得我就是仙女本人，不食人间烟火。哦，仙女也下凡了，现在我什么都会做。一菲妈妈，大声说出你的宣言。我的宣言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了，我是最棒的，我一定能挑战成功。把手先松开，双手松开，再喊，右手松开，对，好，1、2、3，跳。当时咬咬牙，我就跳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跳的那一瞬间，其实头脑是一片空白的。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四肢全部是冰凉冰凉的，然后一身的汗，全是冷汗。一菲觉得妈妈拓展训练从来没有，挺好的，非常好。出的一身冷汗，真的全部是冷汗，一身的。但是现在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感觉一身轻松。大声说出你的宣言，大家完成的都非常的棒，大家都做到了克服恐惧，勇于表达。所以经过你们的集体努力，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泰山的任务呢已经变成了蓝色，恭喜你们完成泰山的任务。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任务点呢就是欧乐堡。欧乐堡你们知道是什么？不知道。不知道。是游乐场。那咱们现在还等什么？就出发吧。欧乐堡。哇！现在已经到欧乐堡了，欧乐堡就在我们的身后。你们都画好了是吧？哎呦，大变样儿！来介绍一下自己分别是什么小动物。来，可阳，我是一只黑，哎不对，蓝猫。我是一只兔子，可爱的小兔子。周一，蓝猫。
你这个蓝猫为什么缺一半啊？你叫我蹭一半，你也得蹭一半。哦，是自己蹭掉的是吗？是自己蹭掉的。猜一猜我是什么？狗。番茄狗。番茄狗。这句话我问的就有问题，我是什么狗？好了。我们都已经美美的帅帅的了啊，也已经很开心了。那么既然来到了欧乐堡，也要继续我们的寻找我们特种设备之旅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和我们的特种设备来一个亲密之旅。现在身高超过1.4米的请举手。1.4米算了。好，举手的这四位请你们站到我的左边，剩下的站到我的右边。现在我左手边的是身高超过1.4米的，对不对？对。现在，请王子、吕一天到我这边来领取你们的任务。我要！胡景丹、孙欧、可扬领取你们的任务。接下来要看看我右手边这些可爱的小豆丁，身高不够1.4米的。你们的任务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我想问一问你们，你们平时喜不喜欢游泳？喜欢，我游泳健将。你游泳健将？嗯。周一呢？潜水冠军。哇！爸爸。雨辰。压根儿都不会。好的，我们就喜欢看到旱鸭子的表现。那接下来就是你们的任务书了，好吧？周一，杨木河。你们要在无边泳池完成相应的挑战，来，雨辰、一飞，你们要在我们的极地世界来完成你们的挑战。你们放心，你们放心，我们的设备呢，一是非常的安全，二呢，金豆哥哥要陪伴你们完成挑战。耶！你们做好准备了吗？做。爸爸妈妈还有我们的孩子可能特别好奇，我们既然这次非常优秀团的主题呢就是寻找和发现特种设备之旅，为什么会来到游乐场呢？我觉得应该这些都是特种设备。注意，大型的游乐设施都属于特种设备。走进游乐场，最受游客青睐的当属惊险刺激的过山车，让人心跳加速的大摆锤，急速俯冲的激流勇进等大型游乐设施了。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大型游乐设施也属于特种设备的一种，它们的生产、经营、使用和检验的全过程都由国家相关部门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小朋友们在游玩这些大型设施的时候，一定要遵守相关规定，听从工作人员的提示，确保安全哟。既然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寻找和发现特种设备，所以我们接下来即将挑战的项目就是大摆锤。大摆锤比赛规则：参赛家庭在乘坐大摆锤的过程中必须睁大双眼，找到并记住湖面出现的四个数字，并在大摆锤结束后迅速列出算式，让四个数字通过加减乘除得出24。注意，每个数字必须使用，且只能使用一次。让你爸爸来多好，非得叫妈妈陪你。妈也不想听。那 我连过山车什么都没有坐过的，遇到困难就得往就往前冲，最后才能。之一，你不知道是吗？这项目是看起来挺可怕的，但是不是看起来，是玩起来更可怕。妈妈，它最高就是摇到那个瓶子，它不会翻过去，你看它还挡着呢。它就得摇，等会儿在那拍，真的没关系。它给你都扣着死死的，你可以抓紧它，握住那个握着我的手，你闭着眼睛什么都不想，想一些开心的事。他当时也是在开导我，然后也是想让我上去，所以其实我还是也愿意一起努力去共同完成
某一个项目，怎么也得喝出去一次。我说妈妈，周润东，我想你，行吗？我希望你能立马出现在我的眼前。来吧，我保护你，咱也能拉拉手吗？咱俩是最好的朋友。导演，那个一天的妈妈身体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状况，她现在已经手心发凉，我觉得出于安全考虑，我们还是让她先下去吧，好吧？本来也想咬咬牙坚持完成这项任务，但上去了之后，反正好像就更紧张了，浑身都那个木了，就僵了似的，就可能也是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儿，就没有再坚持。妈妈，你放心吧，我可以的，我自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爸，我就记四个数字，然后你也记四个数字。好，我们记完以后我们一块算好吗？看你看你的脑袋。我不算，我不算，我不算，我算不了。各位老师们，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下面的乡亲朋友们，看我们的表演哦！游学团的主题呢，就是寻找和发现特种设备之旅，大型的游乐设施。怕个啥呀？拼啊！我一定不会输的，我要让你知道你的本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非常游学团再度出发，八个家庭，历时12天，行程4500公里，寻觅源头主畔的诗意，体验泰山之巅的豪情，发现特种设备的精彩，探索未来科学的奥秘，一段不一样的成长之旅。我看六下啊，差点啊，我来试试。行，姜还是老的辣。对啦，想学着红一下吗？我本来就会。刚才这个刚刚给这个小弟弟缝的，这个是我爸爸缝的，这个是大哥的，这些是我缝的。我缝了半个小时，终于都缝完了，看看我手艺怎么样。周一妈妈来不一定比我缝得好，我有这点自信。我刚才已经参观过了，这些爸爸们的手艺也非常了得。我本来缝的没有这么仔细，但是我看过爸爸们的手艺之后，我觉得我刚才缝的有点太粗糙了。缝的我手都抽了筋了呀，这个还要改一下，可能还要再往高一点。我什么都不用管了啊，小宝什么都会。